LG PureCare 360空气清新机，智慧感应器真的很让人惊艳哦。PM1.0 智慧感应器刚刚已经说过，就是晚上放屁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们家在车道旁边啊，如果有车子经过有废气的时候，它一样也会马上感应，真的是屡试不爽。原本我们是用这台号称医用级的空气清新机，但是因为小朋友出生啊，再加上我们有养猫，还有我本人过敏很严重，这台其实已经不太够我们用了。后来发现这台 LG PureCare 360度空气清新机，我们真的是为之惊艳，因为它在一个比较低的角度啊，像小朋友我在地上爬，或者是猫在这里跳上跳下的，它都还是会保有很干净的空气在这个整个空间里面。然后加上它有这个循环扇的功能啊，它可以让整个房间的对角还有整个室内的空气都非常的干净哦。最重要的是啊，它还有这个毛发专用的过滤网，它可以先把一些比如说像宠物的毛啊或者是头发先阻挡在第一层，然后脏空气才会进到里面的吸排滤网，完全帮你过滤好干净的空气。然后呢，装上去也很方便哦，只要这样轻轻的卡住就好了。除了它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选择。